这一手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，来换一下是妖怪手表。特别的是呢，为各位说的哦，我们有很多的亲子档在我们的乐团，而且有些小孩太小了，但是又很想跟爸爸妈妈同台演出，怎么办？来，我们新月幼儿园这一票全部都是我们的小孩。好，给大家看我们的女儿勋勋，香花的女儿。来，大家按照刚刚呢老师帮你们排好的位置排好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开放现场的小朋友上台，好，来跟我们一起同乐。那我们底下呢，小朋友不用怕，我们有幼稚园的老师会在下面带领大家一起跳。想要上台的就上台，不敢上台又很想跳的怎么办呢？在里长的面前跳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里长哈，里长在那边。你要上台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在台下一起同乐哈。那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他最乖。来，告诉大家，你爸爸是什么乐器？爵士鼓。他爸爸是爵士鼓。你爸爸是什么乐器？指挥。他爸爸是指挥。你妈妈是谁？他妈妈是卢美君哈。那这个呢是他妹妹哈。好，那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乐起来，掌声来欢迎接手腰带手表，谢谢。Yeah.